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面相图解。事业线断断续续的人，人生浮沉激烈，职业不定，变幻不迭，尤其在工作方面，一生难得有安逸的时候，也难有收获与成就。相学来说，多半会度过劳苦的一生。脱离劳苦的方法就是从事朴实的工作，不要三心二意，好高骛远，一心一意的去做，将可尽收脚踏实地之效果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